大家好，我讲普通话。谢谢主持人，我也很想分享我们公司在做的事情。我们公司今年到现在成立25年，如果要讲，我可能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来讲，但是我只有25分钟的时间，我就直接切入主题。那个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拿自来翻过，当过是你的朋友。我相信刚刚这位讲者一定有，大家觉得自己有吗？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朋友，跟自然跟他问好，跟他问一个，肯定跟他对话之类的。这是我们之前在那个宜兰的国小进行的一个跨学，有一个印度的讲师，我们邀请他到宜兰来帮小朋友上一堂课。他就请小朋友问说，如果自然是你自己的朋友，你会跟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？你看小朋友提出的问题。你叫什么花？你快生什么季节出来？世界上有多少种花？你喜欢什么天气？你有种子吗？你去过 7-Eleven 吗？那其实我们在谈这件事情，我们在谈鸟这件事情，我们会不会把鸟也当成是我们的朋友呢？见到它的时候，你有一些话想跟它对话，或者是你多久会看到它一次？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它的存在？那其实我们来看，就是说，你到底会跟，如果你把鸟当成是你的朋友的话，你会跟他聊什么？你会问他什么样的问题？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你们给我们，就是我想说，举例来说，等一下我们看影片或听声音的话，先看跟这些鸟类当朋友的话，你会想问他的三个问题会是什么？那我们先看。
在说什么吗？刚刚在看他们的没有声音哦，特别把消音，大家可以很仔细的看他们的动作。大家有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发现？不管什么，有吃的赶快来的。嗯，是哦，你觉得他有叫朋友一起过来吃？哦，你刚的声音你听出来，他说赶快来这样子。好，我有听出来，懂得鸟语。还有人有什么样的观察跟发现？有吗？有发现吗？好像每只鸟的个性都不太一样。有的是拿着啄了一个就走了，有的是想要嘴巴含很多的离开。然后好像没有一次出现两只，大部分都只有一只在那个平台上。所以他们的到底是怎么生活的？透过一个小小的，好像就可以观察到一些东西。那刚刚到底出现过几只鸟？到底有多少只鸟在那个画面中？其实不太能够辨识他们长什么样。就像西方人看不出来，日本人、香港人跟台湾人的差异一样，我们对他们还不够了解。他们的声音也是，有的是长音，有的是短音。有的声音，这里还有乌鸦的声音哦。其实如果把所有的鸟都集中在一起，不晓得有多少种声音。所以光是就是，如果你把鸟当朋友的话，你就会开始去了解他们更多的东西。你都想跟他提问什么呢？比方说你多大呢？你的家人呢？有没有换衣服呢？之类的，你可能跟他提很多问题出来。我想这个源头就是我们把他当成是朋友。如果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这个环境里，我们把鸟类当我们的朋友的话，那很多我们的行为可能就会不一样。我想作为一个开场，那杜秀敏其实我们做过刚刚说我们经公司水月成立25年。我们在探索，就是其实设计不是只有否商业，它可以为了人的需求、社会的问题去做解决方案。所以，杜秀敏成立很久，一直以来我们用设计思考去进行。所以在于对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提出三个可以去的一个叫做设计学嘛，我们就真实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开发成学校的教材。像是有色彩学、测量学和观察学这部分。那在我们做这一块的时候，我们同时也想到，那世界呢？如果今天在台湾有都市效能，那世界的话，大家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下一代什么样的课程？所以大概从很久以前，10年前嘛，我们就开始就是做一个 workshop。这个 workshop 是跟世界各地去做交流或是温和的，然后去思考很多东西。所以一开始我们其实是没有太大资金去做这一块，我们就透过网络，像我们透过 Skype 去跟日本人、去跟阿根廷人，然后去跟土耳其、丹麦，然后去做交流。我们出了很多题目，像是说丹麦人关系的从餐桌土地到餐桌之间的关系，然后谈到校园的议题等等。然后跟香港有一次合作，就是跟 Joe。然后就提出说，台湾的娱乐跟台湾的现象会看到这些，然后就说，我从来不知道这是什么，香港没有这个变形金刚的车子，就希望把它引入。那我们说，台湾有没有这个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们小时候吃的西瓜脱糖吗？就说在香港很痛，虽然我们很近，但是还是有很多，就是在生活上面很多不一样的习惯跟内容在里面。所以这件事情就促成我们后来跟鱼来做整个教育的方面合作。我们想要把那个世界的人带到台湾的宜兰上面来看，然后在这3年，我们希望说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一个特色教育是什么。我们这是我们跟国外的设计师在谈的，宜兰在哪边呢？可能这是台湾宜兰的这边。那宜兰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宜兰是有夜店。太平洋，然后这边有山区，它是非常平的一个平原，可是后面就有山，有好几个渔港在里面，有田地。然后宜兰是一个非常多雨的地方，有7个月都是在下雨，
一年12个月，至少7个月的下来，似乎有点像是一个水下生活一样。宜兰本身有种田，然后又捕渔业，然后有一个岛叫龟山岛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太平山会下雪，对，所以宜兰还有非常特色，就是像那个高达就是30米啊，人上都裸满猪油，人要爬往上爬，这是地方的一个节气，为了取得一个好运，然后会过火的这种节气。宜兰很多美食，各地的那种，就是说宜兰在地本身，你可能在台北看不到，可是你就要需要去当地去吃。那宜兰的本身，它的学生因为有面山有面海，所以他要学习射箭，他要学习爬山，他要学习就是潜水，然后学习农业的部分，这是宜兰。那在我们跟小学生跟国中生去讨论说设计教育怎么切进去的时候，然后这几年呢，邀约了世界各国的设计师，然后为他们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为小朋友带来色彩学，为小朋友带来测量学还有观察学。那世界各国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内容呢？所以我们就像刚刚提到的印度的设计师，他其实来自一个1500万人口的一个地方，一个城市就1500万人口，他进去里面就带大家说我们怎么样对就是这整个地球是好的。那其实对整个地球是好的，包含人类制造很多垃圾、厨余等等这些东西，1500万人到底怎么去解决？所以他首先带的第一堂课就是教小朋友怎么样去跟自然做朋友，就是我刚看的如何去跟他接近，我们才有办法跟他对他好一点。那带着小朋友去认识环境、自然，小朋友写的自然，比如说他说你认为自然是哪个方面的，就是小朋友对自然提出来的疑问，当你会开始对他发问的时候，其实你要跟他更接近。然后小朋友也提出来，他说如果大自然有一场派对，那是什么样的派对呢？那小学生回答，有熊会帮忙搭天幕，并且帮忙抓鱼、烤鱼、烤棉花糖，其实都跟吃的相关。然后兔子会带红萝卜干嘛干嘛。所以我们在里面也看到小朋友的回答，就是在桥下的空间，它就有自然跟非自然的一个取向，好像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生活，自然是自然，都市居住是都市。然后慢慢的人就接触不到自然，我在台北就有这样的感觉，你会慢慢跟自然脱离关系。那自然接近自然其实是蛮重要的。像荷兰的设计师他说，宜兰这么常下雨，可是调查中宜兰的小朋友居然一个班级里面只有2位同学有雨靴。在荷兰每一个小朋友都有雨靴，因为他们去玩水干嘛的。所以他就不管3721就把小就是国中生嘛，当他们把那个课桌椅带到那个操场，学校的操场，尽管外面下雨，然后在雨天的时候上课，你看大家一开始的表情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。那其实在荷兰那边啊，他们荷兰是一个低地国，他们70%都是人造雨。所以他在探索，就是说低地国跟台湾宜兰的它的地平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他认为，小孩子需要多去观察我们自己所居住在的地区，然后透过一些实作跟互动，怎么样让这些开始产生一个非电脑型的知识关系，而是实际的跟生活接触的关系是什么？像这群是小学生。来把小学生不晓得这边的电灯可以挂前面，谢谢。就是他把小学生带到外面去，然后老师们跟他都发现说，小学生的专注力比教室要来的不能集中。就是一堂课里面，学生很多常常视线就会跑到外面去。但是老师后来在思考说，为什么不行呢？那他也觉得说，为什么不行呢？既然这就是环境。那况且小学生要上一整天的课，他是有机会可以把眼睛放到整个环境里面去的。所以后来经过这一堂之后，整个学校都会给小学生40秒的时间。所以如果你现在不能集中注意的话，你可以举手说：“我要去窗边看书。”所以老师会给小学生这样的一个权利去做这件事情。
这是很大的一个习惯上的改变。那像从意大利设计师来说，他在带领学生去观察那边，他就发现哦，这边有一只瓜牛。然后他带的主题居然是带小朋友去，就是产生群组的一个仪式出来，就是大家共同怎样团结，然后怎样产生自己的那个社区的一个关系。那当他在看到这个小瓜牛的时候，他要小朋友去摸瓜牛。然后旁边有一个大人经过，就说那个很脏，那个有细菌。那那时候那个沙娃他就说，如果大人的行为都是这样，那小朋友不可能从自然中学到一些东西。而且其实说要说细菌，我们人体的细菌比瓜牛还多。那这些事情其实都触发一些，就是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议题，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下一代可以看到整个地球、整个世界是什么观点不一样。也许在台湾的家长不希望小朋友脏，所以我们很少有机会去玩泥巴，很少有机会出去外面踩着鱼啊、水坑等等。而事实上，在世界各国有不同的一个做法。那首先，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个生态，也就是举例来说是鸟啊，或者是其他生态，我们可以从世界各种角度去看，那别人怎么做呢？别人怎么跟鸟接近呢？像刚刚有懂鸟语的朋友，他怎么知道鸟在说什么呢？他这都没有权。那还有我们做了一个几个朋友，因为老实说我是都市人，新一定出生长大到现在，那很少就是会跟自然接近。所以我一到外地，我就会说我想搬到那个地方去长久居住，就是我家人都知道我的毛病。那像有一年，我们就有一个实习生，就是说我们来做瓢虫，然后就说好啊，那我们来做瓢虫，然后就在做了20只人造瓢虫在街道上，然后就在躲在后面偷偷观察。结果有人经过就说：“哎，好久没有看到瓢虫了。”然后拿起来看，这个是假的。那这句话让我们隔年想做30000只，所以隔年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个30000只的行动，然后让小朋友参与。小朋友在参与过程之中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有没有看过瓢虫？他说，都市的小孩就说好久没看到瓢虫，可是在花莲的小孩，在东部的小孩就说，我昨天才看到。瓢虫是一个益虫，它必须要在空气好、水质好的地方才能生存。所以台北看不到瓢虫 的前提是什么？人还可以生存，但是瓢虫受不了这个搬家。所以通过这一个小小的感应，能让我们知道环境其实逐渐在变化。那我们就做到处去巡回，然后到处去做瓢虫，然后年龄层有高有低。其实在隔年我们就顺利达成30000只做瓢虫的计划，而且我们还把那个制作工具做了一个制具，然后。秩序就是让东西产生的时候，可以帮助这东西产生的一个机会。所有的瓢虫一开始我们虽然是用不同的材料，可是后来我们就研发了糯米材，然后将它人造收缩，放到街道，鼓励大家做完之后放到街道上去，然后让鸟可以去食它，慢慢这东西又回到自然区。所以后来30000只还包含学校，包含他们就说他们想跟小朋友沟通。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沟通，如何对我们的环境会更好？然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式。后来这套都让很多小学生或者是学校去运用这一套，去做教学跟沟通。那我的朋友还带到一个很自然的地方，司马库斯放了一只人造瓢虫在里面，还把这个照片寄给我看。我希望有哪一天，其实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都会是绿色的。都会有一些生命在我们周遭。那这也是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 ，Epson 邀约我说要不要对公共议题提出一个想法。那时候我就说，如果我出门，我看到的不是车子，我看到的是猪，多好。所以我希望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可以看到牛啊，我看到各式各样。我希望我的都市是有各式各样的生物，不是只有人类。所以我们慢慢的把这件事情说，有没有可能去趋近呢？所以我可以跟动物学习，除了是跟人的习惯学习之外，我可以跟动物可以互相学习，然后互相去
知道的，就像刚刚我们多认识一个生命，就等于多认识一个宇宙一样。然后所以就在那个更年吧，就是那时候2011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了一个与动物一起下午茶，邀约大家把自己所养的动物带到那个岛上的一个花园去，因为那边没有车子，我们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动物会自己跑丢了，所以请主人要带好自己的宠物。结果也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看乌龟跟兔子，然后现场就有龟兔赛跑，然后再来兔子后面就有猎兔犬，所以发生了一个生态的一个秋季场。我们在里面其实还蛮紧张的，但是也看到一些各式各样的动物，像鸟跟鸭子之间靠很近，好像会怎么样？然后接着动物园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来办一场动物日记。所以就让你想养的动物有机会可以养到，这是一个17天的工作坊，所以其中有5天你要去借到你想要养的动物，所以有人就借了松鼠，有人就借了刺猬，有人就借了一只会笑的猪。那这只猪在他家，他说糟糕，这种地板不适合猪，因为它滑来滑去。就像你看，如果你要养一只猪，你的家会是什么情况？你可能要铺泥土。然后如果你要养一只鸟，你可能要有一个小树在旁边等等这样，所以慢慢把这样的一个议题扩大。如果就是来参加工作坊，基本上他们都是我们有一个前提是设计背景前提，那他在养的时候观察他的需求是什么，他可以思考在家养，或者是为他制造一个动物园，把动物园适合跟人类相处的动物是从动物园里面释放出来，然后制造一个环境，让他可以跟人一起相处，也是不是为了他们，其实是为了人类好。那还是一样，就是说，那这些东西在里面慢慢一步一步去让更多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让整个人类在发展过程之中不会太，只有科技的导向，其实还有很多是生态的导向。所以我在葡萄牙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人跟那个长颈鹿可以这么接近。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做朋友。葡萄牙那边我看到那个孔雀跟猫可以和平相处，就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怎么会发生？那他接下来在隔离呢，你就做了一个几秒计划，因为我觉得跟鸟到底怎么沟通呢？就像刚刚怎么聊，你知道他在说什么？怎样把鸟说，我想今天跟你讲话一下，有可能吗？所以我们就召集了一群人，在一个很无知的状态之下。然后用食物、气味、声音去吸引它，然后研究各式各样的材料，到底怎么样可以跟鸟变成是好朋友？我想今年得以持续，然后谢谢那个创富团的一个邀约，所以今年我们会去做这件事情，怎么样跟鸟变成是好朋友？那这是水利生命故事小，这是我们公司在台北市那边，我们只有10个人。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就说不能超过10个人，但我们暑假就变30几个，因为我们很多实习生来自各个地方，所以从1994年成立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一开始就为我们的客户服务，像 7-11， 然后像是 McLaren 啊，或者是机架手表，或是这样的精品。可是做了之后，我们就发现，我们在做的东西是不是太狭隘了，只有为商业，我们又可以扩大，就像刚刚说的。设计如果拉长远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时我就投资20%的时间去做，像我们刚刚在做的一些事情。那目前已经有700多个的行动。那其实那时候投资的20%，却成为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工作项目。所以如果要讲所谓的公司简介，其实就这一页了。60% 的时间在做有意义的事情。30%在做投资，未来是10%才去写公文跟写报表。那我们的资料都记录在都市项目的网站里面，所以主要都市项目那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做的东西太有趣了，应该大家都可以成为活化都市的一份子，大家都是项目去，那可以让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更好。所以我们在研究的就是让人居住人爱上居住的地方的方法跟行动。那所有人都是我们的。我们会跟各式各样的合作，一起让你的生活空间更好。所以这次跟香港要谈议题，就是让人爱上鸟的方法跟行动。
那这是我所居住的地方，西门町。偶尔还是可以听到鸟。我居住的地方其实是有早上可以听到鸟声的，因为我们家楼顶种很多树，制造一个环境让那个鸟愿意进来，并且在里面愿意住下来。所以我通常跑到顶楼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来了一个入侵者，也是入侵者。那我就尽量不打扰他们，然后在旁边偷偷欣赏他们。然后前阵子我去台东，我就发现那是一个以自然为主的地方，人反而是比较小众的。所以在那个地方，我发现就是这根电线杆其实那时候还满了鸟。当我把像手机拿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都飞走了，所以我只能拍到没有鸟的一个电线杆。但是我觉得这张就可以说很多事情，大家有些想象。这个地球其实是属于大家的，那我们怎么样去创造，就是一起的生活风景会是什么？好，谢谢大家。